直到你走了，我都还没有告诉你，我是九班的温少卿。 衣服湿，温医生，我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是你呀，我是来道歉的。贸然挂你的号很不礼貌，我反省过了。今天是我太急躁。 你放鸽子的事情我不怪你，换做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都会这么做。还有，昨天你落在机场的钢笔，我来还给你。我想趁这个机会重新开个好头。我是大人律所株派的实习生，请多多关照。我叫从容。 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。那时候我以为他报错了人，其实没有，他只是孤独地穿越了漫长的50号公路，先我一步抵达了终点。重逢从来不是随机发生的，重逢是因为总有一个人不肯放弃。